知道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所以专门把这给包下来。我想当战地记者，如果不能阻止战争，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。听说您除了钢琴还有很多其他爱好，比如绘画，还一直坚持做公益。对，我挺喜欢这些的。一点联系都没有？和你在一起了，又怎么可能多看他一眼？你们比较喜欢哪套？这套就挺好的。第三套跟我的礼服更配。选上一套吧。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外面下雨了。你现在可不像是德剧新娘该有的样子。我知道了。王子姐这个醒酒茶跟你比起来，可真的差呀。那我重新给你煮一壶，再准备点水果。